Hello， 我要在特别一个位置才看你们那个狗狗吗？对对对，他好像有。我要近一点。Hello，Hello， 大家好。Hello， 我是秋风泽。Hello， 我是伟静。耶、yeah, ，我第一次在用，所以对这个 IG Live 还不太熟，所以可以怎么玩？它有很多啊，很多不同的。哎，这不是，这不是什么？它能开嘴巴。这是什么？像我这台没在我们蛮白痴的。好，那还有什么？什么东西需要？哦，可不可以调什么滤镜啊？好像不行，我刚试过了，不行不行，它只能调那个有趣的东西，就是狗狗啊、猫啊什么的。大家进来了吗？快点哦！我们今天要唱歌给大家听。是的，是的。对，所以我们也今天开放点歌单。然后，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歌的话，或问什么问题，留言。对，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听什么歌。会太暗吗？你们这样子看，如果太暗的话，我们可以调亮哦，就是可以对啊 ，feedback 一下。灯光 OK 吗？灯光 OK 吗？灯光、OK。断讯。Oh yeah。他们说 OK。分开的学问到现在还在听，很喜欢听。什么来？一打开，大嘴巴。直接来唱断讯吧。直接先说，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开这个直播呢？是因为要感谢所有的歌迷粉丝，我们的断讯在 YouTube 破300万了，耶！按爱心，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太感动了。然后，所以其实今天特别邀请维静在跟我一起这样子做了一个直播。对对对。那在唱断讯之前呢，这算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子唱吧，就是好像没有麦克风，什么都没有，我们就这样比较，对对对，应该很 free 的这样子，很 free 的，所以想要献给你们，就是感谢你们对这首歌的支持，我们待会儿会唱这首歌给你。那在那之前呢，想说暖场一下，我们可以唱一些歌给你们听，如果你们想要听的话，可以留言，然后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然后我们就尽力的回答。那话不多说，我们先唱第一首。好啊，好啊，好啊。好嗨哥，就是让人气暖场一下，对对对，让大家来看一下直播，因为这是我的首次直播。话不多说，第一首歌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给你们，所以现在快点点歌，是的，什么歌都会，哎，没有了，不是，什么歌都会，尽量点，太稳了。对，因为今天我还带了我的电脑来，笔记电脑，如果会的歌，我们可以直接查出来看，弹给你们听，这样子。对啊，所以刚目前没有什么胆小鬼哦，胆小鬼是你的那个单曲对不对？可能是梁咏琪的。好，那个他，刚刚很多人都在讲那个他，真的吗？差不多，我已经看到好多了。你知道那个他的作词人写的非常棒，你知不知道？知道，而且他长得又很帅。左脸的时候。哦，没有，还是都很帅。对，那个他的作词人就在我旁边。谢谢，就是我。所以既然你们点了，我就唱一小段给你们，好不好？废话不多说。
哎、欸，你会唱啊？那个要不要一起唱？你唱，我自己也忘记歌词。没有，真的是这首歌，我觉得很难唱啦。其实我今天有点沙哑，我会唱的地方我加入，不会唱的地方我就直接背啦。我们就直接背啦。对，我们自己教。OK。还是会抬头看夕阳的落下。方式就是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感觉，而且我今天很容易破音，因为我这几天就是录影都录得太开心了，然后那我们那个摇滚毕业生的直播也很嗨，就是在玩那个游戏，所以我现在的嗓子有一点不好，嗓子，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觉得直播就是很 free 嘛，反正就是唱歌出了一点错，破音，你当然也很开心，对，更精彩，今天好不好？来一首《死了都要爱》，不要闹，不要闹，对，今天。不可能会一直喝水 ，OK 吧？就是确保那个喉咙尽量不要没问题，还是有机会破音，好不好？想听破音的朋友们，就趁今天喽。灰色哦，哇，灰色你刚好很喜欢，不是吗？对啊，我之前有唱那个六十六，徐佳莹的。徐佳莹的。Baby, I've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现在、未来、过去都一样。对你除了爱没有其他都一样过到现哦几个字说什么什么都一样白色白色白色的你啊什么意思啊？OK， 对啊，就是我们会唱很多歌。如果你要听歌的话，哎，那会太暗吗？目前，要不还是你觉得还？那你们觉得好像跟刚刚我们试的感觉还不太一样？因为这可能是直播的那个关系，它可能会有一点。大家会觉得太暗吗？你觉得要开灯吗？你觉得需要？怎么它突然又亮？刚刚你有看到吗？有，而且我点我们的脸是不是有变？还是我们要近一点它就变亮？对。真的吗？近一点就变亮，远一点就变暗。应该还好吧？没有。你觉得不太暗吗？还是 OK？ 像有还好，变亮一点，对不对？ Yeah. 有很暗吗？不会哦，大家都说不会。要，哎，你开灯看。要哦，看他开一个大灯看看。来来，我们开一下，会什么感觉？烧香，对啦，对，烧香。Key 刚起来也太高。我比较少。看一下这灯光有没有比较好？哦，这有比较好吗？这个投票。这个比较好吗？这样比较好吗？好像还好。没有，他们说可以耶。可以吗？大家都说没有很暗啊。哦，大家都说没有暗吗？那这个灯会不会太亮？还是还好的话，还好，我们就关掉。我觉得这样比较温馨一点。啊，我知道它一点很感觉很好。哎，还能在家的感觉，可以唱歌给你听。然后有什么歌的话，快点就是点歌。点。
点，尽管点。这里有人点水星记，水星记，水星记，怎么这么巧？哦，怎么这么巧？为什么？今天我就准备水星记。我也会弹水星记啊，这么巧？真的 ？Oh my god！ 今天我就准备水星记，刚好准备水星记，那我现在睡。应该水星记吧？对，所以刚刚加入直播的朋友，今天为什么我们直播呢？是因为待会儿我要庆祝300万在 YouTube 断讯的点击率，所以待会儿我跟伟晶会唱无插电版的，要去送给大家。所以在那之前呢，可以点歌。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水星记》，应该是这个 key 吧？我确定一下哦。没关系，你确定一下，确定一下，应该可以了。我记得是这个。你俩会边拉哈？哦，边哦，不会吗？不会，不会。我只要忘词就 free， 反正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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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好好好。但你会拉就直接这样子，我怕我会用到你哎。哦。好，这样可以。嗯。再来这首《水星记》。我们这边在玩滤镜啊，所以这边可能看起来我们想要好气。快点点歌，无底洞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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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底洞，快点，无底洞，无底洞，好爱无底洞，我也好爱哦。而且你知道吗？我比赛的时候唱过这首歌，真的吗？大忘词，在电视吗？而且我是跟那个 Kimberly PK。爱你爱你爱你那个吗？对，哇哦，输到差点脱内裤哎！真的假的？在副歌的时候你忘了还是什么？我忘记我是哪边忘了，好像是对副歌我忘了，我就是天哪！穿的比较少，我慌张。哦，那个时候是已经在第几了？还是刚第初赛的时候？已经前十几强了，然后还大王子。那现在可以？可以啊，可是你这个 key 就是男生的 key， 男生的 key，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好。有时寂寞太我心中，身边仿佛只是观众，
偷偷，偷偷哦！你说我们剧里面的那个偷偷啊？嗯、有人点偷偷，那你应该不会弹的，对？浪子回头，偷偷偷偷偷，好像可以清唱清唱。就是我们的戏哦，对，我们今天也顺便讲一下啊。好，我们就是刚刚如果有在看华视的话，就会看到我们的新戏《摇滚毕业生》。对，所以呢，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华视。对，然后隔天 Choco TV 两点，哎，十二点，跟 Line TV 就会看到那个重播。对啊，所以其实戏里面我叫做陈明，然后他叫做钟旭。对，然后在里面呢是有灵魂交换的一个戏。是的。对啊，所以我们刚刚怎么哦？因为我看到偷偷就是这个戏的其中一首插曲，然后是那个鼓手阿翔，就是。那你要不要？我也很喜欢。好。我尽力，因为我今天很烧瞎，所以好破音就破音，就 freestyle。freestyle， 而且我有点忘词，我唱到哪边忘了，我就结束。OK， 没问题。如果你不曾闯进我保护很好的空地，废话就别说。我整理我的遍体鳞伤，我跟他到底是你深藏的爱情的哪里？不管在哪。东西，而且没破音，气死，有点沧桑的感觉，有点沧桑的感觉。啊，这首歌是偷偷，我也很喜欢，很好听。对，很好听。那今天除了直播，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小小的福利要送给粉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今天你们在收看这个直播的话，哈，哦。讲到这个，其实今天我们就在我的好朋友的一个服饰店开直播，哦，然后他的店名就叫 Sold Out， 对，所以如果现在 Sold Out， 对，如果现在你们截图的话，这张照片到时候来到这个店，他就在东区，跟老板说，给他看这个照片就有85折，85折 ，Yes， 我要，快点过来，截一张，真的非常好看，因为其实比如说我这件衣服也是从他这里。项链全部都是，所以东西非常好看。截图 ，OK， 收到，在东区哦，85折，很多哎。地址是什么？喊出来。忠孝东路四段205巷29弄6号。忠孝东路四段209巷205。205巷205巷29弄。29弄。29弄 ，Sold out，PL Studio， 对不对？呀。快过来支持一下。Yes， 所以刚刚我们唱的是偷偷，是摇滚毕业生的戏。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你们还有想要听到什么歌，或什么问题可以问的吗？就是问问题，问点歌。
对，不然的话我们就唱我们想唱的。他都可以现在去吗？现在打烊了啦。现在打烊了。对啊。对对。营业时间是两点到十点。两点到十点，下午两点到十点。每天都有开对吧？对，老板很帅。哎，老板很帅。老板很帅哦。老板要入境吗？老板。不要。太帅了。老板真的很帅哦。对，29项25号，不是205项29弄，205项29弄，对，205项29弄，记得截图截图。啊啊，维京唱鱼仔跟什么？那唱过了。兄妹哦，唱过了。不爱你爱谁？还有什么歌？所谓的爱，哎，所谓的爱是那个小雨的吗？有女装吗？喂喂，好、哦，这里有女装吗？有些女，有些女生的单品啊，就是什么小、啊。对，我现在看就有看到一些女生的东西，配件什么都有女生的。好，我直接唱一个快的，《分开的学院》就是我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OK， 唱副歌给你。不，啊，错 key 哦 ，no。没关系，没有关系，今天就是 free。不如祝福你找到更好。你们听的那个声音的状况还 OK 吗？因为真的是我的第一次直播，你们在那里听的声音 OK 吗？会不会太小声还是太大声？就是你们也可以同时的给我们一些 feedback。对啊，那你还想 feedback 啊？ feedback， 哎，不知道怎么讲，意见啊、意见，意见回应。嗯，那还有什么歌呢？哦，我今天特别想要献一首最近很红的歌给大家，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唱这首歌是有没有？啊、哦，有这个有，我知道，你可以先找，我帮你用这个。Yeah， 啊，我是特别，唱歌特别的，你会唱吗这首歌？我很会，就是那大家都会的那一句。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往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着，明天。必唱必唱，嗯，比如说今天我们的直播的时间呢是无限的，只要我们的那个直播人是狂飙的话，我们今天就是天亮才收工，所以越多人看，我们今天就唱到你睡着为止。是的，对，所以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问要点歌的吗？还有什么风中的承诺？这首歌什么？风中的承诺？还有歌吗？嗯，还有歌。好，风在雨里，对，你看这样子，我是很媚的，因为那个猫有那个眼睛的那个，对，睫毛的，可以逆光哦，逆光，
你会唱吗？会啊会啊，我们不是一起上节目唱吗？对，喊名哦。对啊，逆光，逆光，你们要听吗？我看一下哦，找一下，还有什么歌？你们那里有什么点歌单的吗？花一点，不要，花一点货啊。连名带姓，哇、哦，这首歌好听哎。连名带姓，你看到什么你想要唱的，你可以跟我说。斑马，斑马，斑马，斑马。你想唱连名带姓戒烟，戒烟我不会。对，你想唱连名带姓斑马，斑马还是刚才是逆光，二选一，三选一。哇、哦哦，我吗？我当然想唱斑马，斑马。斑马，斑马，因为它最低。OK 斑马，斑马，找起来。斑马，斑马 ，OK。哦。那松东野。嗯。你是唱他的 key 吗？可是他的他没有什么副歌，反正就唱一段就好了。真的吗？鱼仔，我知道你存在哦。哇，这我的歌耶，那我一定要唱一下吧。我努力。啊，你走出去了。没关系，你自己的歌没关系啦。你不寻找我的爱，是否在那一路盼望着未来？尽管没察觉你在那片人海，可是我也知道你存在。你是谁？好多、哦，那我们好像直接弹找逆光哦哦有哦有，可是这个 key 是女，我想想怎么办？我想想看，这应该很高，超高，超，我试试看，如果是。对，好，我们试试看这 key 哦。唱副歌吗？还是副歌？副歌就好吧。好啊。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亮剑，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们逆着光，却看见。
耶！你管啊，胆小鬼打招呼，胆小哦，胆小鬼说我的呢，因为胆小鬼其实 key 很高。哇，你真的越来越有，对，现在可以唱那个大众的还是之类的那种。我们不一样，谁然我太小，不要 key 太高了。那个讲到大壮，我想要来一段，因为我很喜欢模仿。哦，对啊，你很爱模仿那个。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闹不闹？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痕迹。时间转眼又过几年，这算长线不敢珍惜，是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我是看你的，我们啊，好了，哪里哪里？张开手，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会唱这片天，你我。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己。我们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觉得半小时了，时间过得好快啊！对啊，时间快有半小时了，下一步对维静，你怎么把风车变成这样？我哪有啊？他自己闷骚好不好？自从认识他之后，我整个人就是好像一个开关，他就点燃了我的一个怎么讲？我觉得你根本是把牵拖在我身上，他私底下根本就是这么疯，那么闹。好啦，那今天很开心，就是再次跟大家宣布一下，因为我们的断续已经破了300万在 YouTube， 所以今天有这个特别的直播，也非常感谢你们，希望就是可以继续的冲，对，400万、500万，然后可能到时候我们再可能直播跟你们谢谢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非常特别，因为算是第一次这样子的合作，就是我作曲，然后你填词，填词，对，我们两个一起合唱，就是尝试一个男男对唱，我觉得。很感动，所以很开心你能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希望未来还有更多的合作对，对不对？一定的，一定的。对啊，所以应该时间也差不多，还有什么想要风筝？大家说你有喝酒吗？喝醉是不是？没有喝酒，喝饮料，当然没有。对啊，所以今天我看就是想要唱特别版本的。断续作品们，那我们现在来唱这首歌，也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的，也记得锁定摇滚毕业生，对，因为现在是播到第几集呢？今天播第五集，第五，哎，对，今天播第五集，对，总共有17集，对，所以应该还有，如果在华视就是你赶不到那个时间的话，可以到那个 Chat TV 或者 Line TV，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唱这首断续、yes、是的是的，我边唱边喝水可以吗？可以啊，今天很 free 的，很 free 好，残忍的温柔。
下就别隐藏，能不能我们都投降？还好。OK， 接、那个，哎，你呢？